向领导要求各部门统一思想，提高士气，全校师生要用饱满的热情做好充分的准备，来迎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夏季高考。天海大学生，哎，你说出神话，我的小船，嘿，怎么样？我给你们闭着眼蹦过去啊！初升的太阳照在你身旁，你们给我唱得好。行了，你们玩吧。姐，没事，田麦秋是吧？前两天在石家见了一面，我来找你爸。哎哎，你这太没礼貌了吧你？至于这么傲气吗？大妹子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老姐姐，老姐姐，哎呀，您别走啊，别走。那我问你，你们家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这可不是我们上赶着要来，这不愣人吗？这人之常情呢。哎呦，麦秋他就去一趟小卖部，马上就回来。我告诉你说啊，你要是看不上我们喜子，你就直说，犯不着这样啊。没有，咱们赶紧进屋说去，你瞧瞧他们，瞧他们笑话。我怕什么呀？哎，有人看着好的，让大家给评评理。喜子，出来，跟我回家。怎么了？这个没事没事，喜子，你进屋啊。喜子，你进屋，等麦秋，麦秋马上就回来。我知道，我这干嘛？这个麦秋这姑娘挺好的。你别没出息啊！咱走，这再走倒霉孩子。有好戏看了，人家现在只要麦秋同意跟汪雪订婚，人家汪雪他妈立马办退休，让麦秋顶替进厂，那是国营大厂啊，是纺织厂。那妈妈的把我们请来说给孩子订婚，对不对？请我们吃顿饭。啊，从一进这个家，你看你的姑娘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这给谁看呢？哎呦，你这多想了、啊！孩子早上跟我拌了几句嘴，这是跟我呢。你别当我看不出来，你当我傻呀？我看不出个眉眼高低呀、啊，我。不是，在这儿听您不傻，但是您呢也没聪明到哪儿去。您想，这当事人都不乐意，您这不白忙吗？你说谁傻呢？你说谁傻呢？倒霉孩子，你骂人不妥呀、啊！是是，让让让让来。说您怎么装傻？打有解放军那阵开始，明令禁止不能包办婚姻。妈，怎么了？你说现在都夫妻下心，看你妹妹找回来吧。怎么了？汪家娘俩来了，你妹妹转脸她就走了啊？没看成啊？馋什么呀？你说这孩子多任性啊！不是他干什么呀？在这儿，痛走，不大合适。你干什么呢你？啊？我本来是找我师傅，想说这个该干嘛干嘛去。你该干什么去？快点，因为快去。你干嘛你？你可别想不开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要是跳下去了，那我也得跳下去救你，你知道吧？我比你劲儿大，水性也比你好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我给你拽上来了。那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俩刚才下去游泳了呢。人家月牙湖严禁游泳，更不能男女同泳，啊！你别乱来啊！我凭什么自杀呀？哎呀，我在你们家门口我都看见了。你妈不是逼着你跟那大胡子结婚吗？你不乐意，哎，这事儿还不定怎么着呢，啊！你边儿去，自不自杀也跟你没关系。哎，小田儿，你真想自杀呀？你这叫溺水身亡的，那形象惨不忍睹啊！怎么这么讨厌啊？哎！麦秋！你是一神经病！你把我拉下来干嘛？谁说我要自杀了？啊！不，我这不是好心救你吗？我怕你有危险，是不是？还好死不是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反正咱俩都吓着了。
哥，昨晚您没在这家伙里游泳吧？高兴点没事没事，咱游会泳呗。走，来游起来，来，这天还不错，水也自然。来来，游起来。你别，神经病！哎，等等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来来来来，哎呀，你一个人上不起来，来来，别客气，我帮你。 反正你是把我给拉下水了，这是事实。哎，你看我这菜谱让你弄的都成什么样了。哎，咱俩刚才在水里是谁先救的谁呀？我救的你呀。你救的我？对呀。那你就是我救命恩人呢，你该怎么报答我？我救的你。哦，对对对，那我怎么报答你啊？ 怎么这么赖皮？哎，你看，你笑了吧，这就对了嘛。咱们年轻人就得有这样的心态。我用不着哄，而且我不可能自杀。我是要考大学的，将来有这么多美好的事儿等着我，我为什么要毁灭我自己啊？你真是无事忙，瞎操心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儿呢，帮人帮到底了。你哥现在正满大街逮你呢，去我们家。我跟你又不熟。 我才不去！我跟你爸熟啊，我跟你爸不光是师徒关系，我们俩是忘年交，过命的兄弟。你说我兄弟的女儿都落难了，我能不出手相救吗？那我成什么人了？还兄弟？你别跟我冲大辈啊，冲大辈没好事儿。哎哎哎，你干嘛？回家啊。哦，没事，其实因为我手上。 有一份挺权威的高考复习资料，是去年的试卷分析，我爸昨儿拿过来的。没事没事，你回家吧。哎，你真有去年的复习题啊？咱俩什么时候再见面啊？你能借我看看吗？你不是要回家吗？我想看一下。你要想看，那卷子在我们家呢，你就得去我家看。那你能不能拿出来？那可不行，我爸不打断我腿啊。 赶紧把你这衣服换上洗洗，先穿上我的啊！一会儿拿这小电扇，就这么一吹，半个小时就干了。我衣服已经快干了，你把复习题借我看看吧。什么快干了？你看看你这裙子，就这些泥点子，回家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啊？赶紧换上，把门锁上，锁到外面。不，我那个，我看完复习题我就走了，不穿你衣服。干嘛？ 等会儿啊，其实我挺想到你家看看的，我还是第一次到北院老师的家呢。这有什么呀？跟你说啊，我们这楼里每家都这样。哎，行行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这裙子是我妈的，这回你能穿了吧？ 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不换上这裙子，一会儿就得感冒，感冒容易引起肺炎，你要得了肺炎进医院怎么办？上得了大学吗？说什么呢？我
我这不就是吓唬吓唬你吗？就怕你不穿，把这问题的严重性给你分析了一下，赶紧换上啊！我也换去，我去水房换，你就跟屋里把门插上，换好了叫我啊，把门插上。 西厢是哪儿？尚书叫你在家里好好复习，把你锁家里都锁不住，带了个女孩回来，那女孩谁呀？不错了吧？有进步，知道给家里干活了啊？我当然有进步了，可是你有进步吗？ 哎，我问你，那个女孩谁呀？她是食堂那个田伯伯的女儿，叫田麦秋。插嘴刚回来，之前不是见过面吗？我没见过，南院的孩子我一个都不认识，我也不想认识。哎，小孩年龄不大，别有这么强的偏见啊。本来我们北院跟他们就不一样，你要少跟他们接触。行了啊，以后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少打听。 啊，都快高考了，好好复习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复习啊？还往家里带女孩？你干嘛去了？浑身上下湿漉漉的，外面又没下雨。我告诉你，东东，你像你哥呀，长大了，是成年人，知道吗？我跟女孩交往，这都很正常的。你们俩浑身湿成那样，那就不正常，不正常。你没出过汗呐？出汗湿了怎么了？ 会汗如雨，你怎么管这么多事呢？你是街道的，赶紧好好复习功课，考不上大学，你爸你妈得痛哭一生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这个给你，要给他拿一个是吧？再吃一个。没有。 哎，你看，你还给我，我妈还给我做这炒鸡蛋。这小尾巴，就得跟他拿这高汤，一声一声，把这饼丝儿浇透了，入个味儿，绝对不能连汤带饼就这么一圈烩了，那可不行。麻不麻烦啊？食不厌精，快不厌细。原来批孔老二那句话批的就不对。 你就说这烩饼，绝对。行了，你啊，别拉警报了，赶紧回家吃西红柿炒鸡蛋去。没做好呢，饭都没有吃。呦呦呦，看你那可怜样，行，过来吧，赏你半碗烩饼。你要么就把一半都给我。行，你过来，我给你盛一大碗，来。我才不吃呢。 不像某些人，到别人家里去蹭吃蹭喝。啦啦啦啦啦啦！他不是冲你冲我，我刚才抢了他的西红柿。这么多书啊！ 这些外国书我光听老三届的知青们提过，我还没见过呢。回头借我看看。没问题，回头全给你拿去。哎，你现在先别看，你吃点吃点吃点，都凉了。快多吃多吃。你哪来这么多好书啊？我妈不是天海大学图书馆的吗？那会儿是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，那会儿好多人要把图书馆的书啊拿走销毁，我想偷偷顺出来一些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我爸我妈都不知道。 告诉别人，不会，我给你当投案犯。吃点，快喝凉了。哎，中国相声选集，你还会说相声啊？怪不得你那么贫，油嘴滑舌的。知道我为什么看这本书吗？为什么看相声大全？知不知道？因为这里面有一段相声叫《报菜名》，里面说了满汉全席，好多菜啊，我一个都没见过。其实我这些书啊，哼，都是跟炒菜有关。
冷着都，你不是怕热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看过这舞剧，我给你来一段，我还会跳，真的。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，雪花那个飘飘，原来还到。礼貌没有？进别人家不会敲门啊？你把我妹妹带走，跟我打招呼了吗？啊？是我自己要来的，哥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跟我回家，跟汪喜把婚事定了。今天这事儿没完。我现在不想结婚。没事，来交。干嘛？你不是号称天海大院最大的玩闹吗？对啊。真正的玩闹有这样的吗？就为了自个儿占套房子，逼妹妹结婚，有这么当哥的吗？好意思跟着吆五喝六的？说你呢，听见了。行行，赶紧出去啊，别闹了啊，走走走走走走啊！你快快快！别这样，别这样。麦琪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毁他分分钟的事儿啊，你给我老实点，现在跟我回家，我还能放他一马。放开他，麦琪，我人身自由，你无权干涉。麦琪，你怎么把衣服给换了？哎，谁的呀这？哎，你们俩快！你在屋里干什么了？啊！你耍流氓！你胡说！胡说八道的！我妹妹办的是吧？我要跟你亲了！我不就是换了件衣服吗？你给我过来！你问他来，你跟妈妈说你干什么去了？你回来！哎，麦秋，不是你问他呀，你问我怎么的了？我发现你们俩一点正事儿都干不了。哎，
我忙活你妹妹的事儿忙活半天，怎么把我也捎上了？行了啊，胆儿大了是吧？敢跟我妈叫板？我没胆儿，我就跟你叫板。行了。你们家的事儿忙一上午了，现在该说说我的事儿了。你又有什么事儿啊你？结婚那三大件儿什么时候让我看见啊？不是，这离结婚还有大半年呢，你着什么急？半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，你存下半毛钱了吗？还有手表120，蜜蜂红圈168，蜜蜂牌缝纫机150。哎，你别不爱听，算下来小450块钱，你什么时候能凑齐啊？三大件不是给你们攒着的吗？但是你们也别老指着我们做家长的呀，你们也帮把手行不行啊？哎，我攒陪嫁的钱，三大件不该我处理。行吧。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我怎么说话了呀？我问你，借粮每个月挣37.5块。你们月月花个精光吧，我家里边我蹦嘴没见着啊，你们也攒点儿啊。我还跟你说，你还没过门呢，就应该各花各的。你问问他，那钱是我让他花的吗？你说那是我让你花的吗？是我让你花的吗？有完没完了？这点破事儿能不进屋说？走走走，进屋说，行不行？怎么就到我这是破事儿啊？麦秋突然回来了，占了一间房。我问你，我们俩在哪间屋结婚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妹妹永远在农村，不应该回来是吧？我什么意思也没有，我就是问你在哪间屋里娶我。我现在急着给麦秋找对象，不就是为了给你腾房结婚吗？那麦秋不是也表态了吗？他考上大学，他去住校，大学我们家开的呀，他想考上就能考上，3年5年考不上，我们就一直等他呀。等，10年8年都等，完事儿等黄为止。这话可是你说的。我说的怎么的？你别后悔。行了行了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我跟你们说啊，麦秋这婚事黄不了，到时候她嫁出去，你们俩结婚一出一进，耽误不了你们姑奶奶。小燕，你长本事了。啊，我在家看书看的实在是太累了，想出去散散脑子。你用过脑子吗？你散什么脑子？从来就没有用过脑子。你干什么？你让邻居听见多不好呀。我怕你耽误时间，我去食堂打饭给你送回来。可你在干什么？您吃饭了没？你不要管我吃饭没有，我得把屋收拾收拾。你给我站好了，我问你，那个女孩子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跟田大厨的儿子发生纠纷？她叫田麦秋，是我师父田伯伯的女儿。其实她在山西插队，2个月前刚回来。她是田大厨的女儿啊？你们很熟吗？嗨，我们没见过几次面，今天这算是第一次正经谈话。其实这女孩特别好。人家原来在班里一直是班干部，山西插队先进青年。爸，您就放心吧，我跟他在一块儿绝对学不坏。其实我心里好多话一直想跟您说，没机会，就怕您生气。考大学对我来说没希望，没实力，还没热情。但当厨子可不一样，我很有热情，还有天赋。这两年我跟我师傅学了不少手艺，我现在立志当一名优秀的厨师。我不允许。啊？啊？我不允许！为什么呀？陈哥，你快快想想想办法呀！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在我眼皮底下，你跟田大厨交往，是我疼吗？他在教你做厨子，本来就不疼。从现在开始。必须跟田家做人断绝关系，越想越疼。爸，我没太听明白，那您到底是不让我学厨师了，还是不让我和他们家人来往了呀？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连在一起的。我们让你考大学，可这个田大厨呢却让你做厨子。是厨师，不要跟我咬文嚼字。想要我告诉你，考大学没有商量的余地，还有跟田家所有的人
必须断绝往来。不，凭什么呀？啊，老师的孩子就非得考大学呀？您怎么就不能让我按照自个儿的活法活呢？你的想法就是做个厨子，是厨师、厨师、教师、工程师都是师，没有高低之分。你这是狡辩，自甘堕落。您这就不讲道理了吧？啊，当厨师就是自甘堕落，那全世界都堕落了，谁敢说一辈子不吃厨师做的饭？尤其是咱们家，尤其是您，天天在食堂吃厨师做的饭，谁敢？小叔叔，我手折了，好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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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回事？朵朵的手受伤了，你赶紧带她去校医院看一眼吧。啊？好像被灯天气凉打坏了。我陪小叔叔，你赶紧去。那行，爸，我先陪朵朵去医院了，你别生气了。你赶紧去趟医院，赶紧，赶紧，快去，赶紧，赶紧，快！你别嚎了，你到底哪儿疼啊？疼疼疼疼疼！哪儿疼啊？手疼！我跟你说，这里边肯定骨折了，骨头都断了，说不定都碎了。别胡说八道啊！要是碎了，你还能这样？早晕过去了。我不是为了救你吗？要不是为了救你，我早晕过去五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忍着，我好难受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小英雄，还为了我打架去了。不注意点自己，你这手腕影响考试怎么办、啊？哎呀，考试那会儿都好了。那个，再说考试那会儿是现在伤的是右手，到时候我可以用左手问左手答卷。你真的为了救麦秋跳到湖里了？手都疼成这样，还没忘了监督我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大人的事小孩不准瞎打听，不准有那么强的好奇心啊！我现在不是小孩，我已经是大人了。赶紧去医务室拍个片子，万一落了毛病，麻烦了。你真的会为我着急啊？我上火、啊。哎，别别别，你别上火，你得用实际行动来补偿我。行，我请你喝一个礼拜的汽水。不行不行不行。到我们家吃晚饭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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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去看病。不，你得高考完了陪我去看电影。看什么电影？先看病。到底疼不疼了？特别疼，特别疼！哎，我们高考完了就去看《阿诗玛》，我听说是杨丽坤演的，她长得可漂亮了，就是演《五朵金花》那个。到时候你带着我去看电影，太好了！你手腕疼不疼啊，老林？疼，它特别疼。那个，但是刚刚，哎，就这么拍着，它就不疼了，是吧？对，不能停，它一停它就。你就这么一直拍着啊？什么时候拍累了，回家拿个热毛巾敷一敷。行骗！啊，圆圆，圆圆，真的拍拍它就好了，哎，现在就不疼了。要不我们现在去看病吧？不管你是真救我妹妹还是假救我妹妹，我就知道我妹妹吃大亏了，啊！这事儿咱没完。那你想怎么着呀？我呢也不想怎么着。这样吧，你给我50块钱。他还好意思的？他说他要给我50块钱，用不着啊，用不了这么客气。咱都前后院的，是吧？你拿这钱，要不你请我吃顿饭吧。表达一下你的感激之情，就这事儿啊，走。怎么着呀？往哪儿走啊？你是不是跟我玩混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这天海大院里边，我说二，没人敢说一，知道吗？一，一，一。行。别叫一，来叫哥。哎，你长得挺漂亮，咱俩搭个伴儿吧啊！离远点。臭流氓！你见过流氓什么样吗？啊！我今天耍一个给你看看，别找不自在啊你！回家，快点！哦，怎么着，哥几个？今儿还想练练啊？哎呀，圆圆，教训教训他们！挨揍是不是？来打，往这打，敢打吗？打呀，你倒打呀！
打呀，就我吓唬什么呢？怕什么？他敢打吗？他田建良，你刚才就差点把我手弄伤了，我正要去保卫处告你呢，别以为没有人管你。小丫头片子，你把嘴闭上啊！我不愿跟你一般见识，你知道吗？向阳，三天之内啊，50块钱必须给你。哼，你不用笑，你要不给我事儿也不大，是吧？反正你掂量着办。我从来都不会掂量着办，哥们儿只会量办。谁耍流氓了？你。他们打架有你什么事儿？跟我回家。我不走。走啊！我不走。走啊！哎，小圆，快，你跟我一块儿走。哎，不能再别走啊！啊，小圆，我等你凉拌呢。行，我一人等你们仨。你就吹吧你。哎，吹下干什么你？啊？就那么害怕吗？你那么给我丢人！小嘴巴，眼镜呢？大哥，不等你。你说，我不知道是吧？就给我滚！前排那麻婶儿啊，他给他儿子买了一个大集体的顶替指标，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呢？花了500块钱。这跟汪婶儿他妈那个顶替指标根本就没法比，哪儿比去呀？汪婶儿他爸那个顶替指标是国营纺织大厂，现在在市面上官价800块钱。能顶得上一个人小3年的工资的。我跟你说，麦秋啊，现在人汪雪儿可是一根筋的，就死活是看上你了。人家说了，只要你点头，用不了一礼拜，这顶替指标就能办下来。完了，11把你们俩这婚事一办。你知道人这婚房早就准备好了，12平米。人说结完婚以后你们小两口单过，到哪儿找这种好事儿去呀、啊，闺女？王喜就是个酒鬼。是我也听说了，这孩子是好喝两口酒。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呢？那你自己就样样都好啊？你得一分为二的看人家呀。你看人主流，我考上大学就可以住校去，房子不就可以腾给我哥他们结婚用吗？你考不上呢？考不上再考虑家人的事儿。那人还等你啊？那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。就算是你有本事考上大学了，你说上大学这么高的挑费，咱们家可供不起你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我是你后妈呀。麦秋，我跟你说，妈没亏待你，你回城办病退，请客送礼开病退证明，里外里我花了400多块钱。你哥现在结婚满打满算也就1000块钱，你花的这钱顶得上娶半个媳妇儿了。我知道我欠家里的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哎，麦秋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干嘛呀？你还嘟嘟囔囔的，一百个不乐意似的。我不能那么早结婚。早吗？你到没到国家规定的年龄？只要到了，他就不早。我就算是要结婚，我也要自由恋爱的婚姻。我跟那个汪喜才见过3次面，一点感情都没有。自由恋爱，我也希望你自由恋爱。能给你找着工作吗？只要能给你找着工作，我肯定不拦着。他没有工作，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，那你可不是就得先结婚后恋爱吗？你看现在那电影《李双双》里边，人家不是就说的这个事儿吗？那还是国家电影院里的放的呢，只要国家电影院放的，我看妈这个思想她就不落后。去，别折腾你破资料了，我受不了。今儿哪儿都别去，好好想想，
想想明白，到底妈是害你还是为了你好。干什么呢，罗红？你昨天晚上又上哪疯去了？又一宿没回家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，女主人？怎么了？一宿没归家，你还这么理直气壮的？这是什么架势？咱俩欢迎，聊到欢迎啊！跟你们说正经的呢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都跟谁在一起呢？跟我在一起啊？我对象，跟别人在一起不出事了吗？我知道他是你对象，你们俩在哪儿过的夜？厂子里，我们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做贡献。你不信？你不信？我带你去厂里考勤呢。行了行了，我还睡觉呢，走走。哎，别走，还等呢。你站着，我有话没说完呢。罗红，你可别不耐烦。这个星期日的帮教会没露面是吧？女主任，我还有什么可让你帮我帮教的呀？别没事找事啊，罗红，请你注意点你的态度。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。不说别的，就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看看这头发，松松垮垮的。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这叫流氓头。对，还有那白球鞋，没鞋带，这可都是女流氓的记号。说什么呢？怎么就女流氓了啊？怎么不是女流氓？白球鞋不系带，流氓土匪一大串，你们让一帮小孩在后面这么跟着瞎嚷嚷，心里好受啊？我们居委会可是区里的先进，不允许歪风邪气泛滥。罗红，我说的话你可上心记着，这星期的帮教会你必须参加，听清楚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他就不去，就不去。怎么的？你让民警来抓他？于主任，我怎么打扮、怎么穿衣服，那是我的自由。我没被判过刑吧？没被拘过吧？你们管的也太宽了。可你被学校开除了。从初中开始，你就总是旷课，总在社会上游荡，这不假吧？我以前老让你们摆弄我，我也不说话，那是我给你们面子。我现在不吃这一套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今年春节前我就把自己嫁出去，户口都迁走，以后你们想管都管不着。别跟他废话，走走走。哎，我这话没说完呢，王红，你们等我下着。哎，我说你这孩子怎么不识好歹呢？你生这么大气干什么？你看见没有，他们就天天这么挤兑我，我住在这儿就气儿不顺。你还真把他们当葱了啊？那就是一群屁。你就是个屁。你怎么骂人呢你？骂你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去给我张罗婚礼的事儿，我要风风光光的出嫁，三大件一件都不能少，气死他们。你跟别人生气能不能不往我身上撒？这事儿你可别跟我矫情啊，三大件什么时候到齐你自己看着办。小红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怎么跟于主任来上劲了？啊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咱们居委会挂了号的问题青年，就应该夹着尾巴做人，太不让我省心了你。我就是太让你们省心了。哎，我说你，你不服啊？
卡带在慢慢的转着，播放我们的青春。和煦的风，温暖的光，包裹着年轻的心。我们曾发誓要看遍世间最美的风景，誓言变成了老照片，远方却不再遥远。谁把青春写成长诗，献给美好往事？谁把梦想用代价诠释，在风雨之中坚持？谁把爱情写成长诗，献给流浪的心？谁把岁月用泪水擦拭，回到幸福最初的样子？谁把青春写成长诗，献给美好往事？谁把梦想用代价诠释，在风雨之中坚持？谁把爱情写成长诗，献给流浪的心？谁把岁月用泪水擦拭，回到幸福最初的样子？